有过很多，但是都分手了。你别忘了，我没钱，没车，没房子，还那样。但也不是每个女孩都会在乎这些吧？是不是每个女孩都要求这些？可是不要求这些的，就要求和我白头偕老。白头偕老不好吗？这不是每个女孩的梦想吗？好吗？look 什么呀？苹果。什么意思呀？一个没有咬过的苹果，假的，全是假的。感情这玩意儿，有开始就有结束，有牵手就有分手。且不说那么多虚情假意的分分合合，就算两个人抵挡住了所有的诱惑，相濡以沫的度过了一生，然后呢，还是有一个人会先走，剩下的那个呢，情何以堪？牵手的甜蜜是短暂的，分手的痛苦那才是永恒的。那也许你说的是对的吧，那可能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宿命。哎，人渣，你分了那么多次手，那你心里多少也会难过吧？我不难过，我早就钢筋铁骨了，我就是飘在北京城里的一只孤魂野鬼呀。北京城有多大，有多少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我算哪根葱？这么跟你说吧，有一天在家里边洗澡，洗着洗着吧唧，哎呀，摔了一跟头，再也起不来了，死了。房东要是不来收房租，死了三个月，臭了，烂了，发霉了，生蛆了，招苍蝇了，腐烂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。好，怎么了？我不还是也一样？你怎么能一样？我是单身，你有男朋友。哎，对了，你和唐大师怎么认识？我呀，我中专毕业找不到工作，别人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卖盘的活儿，后来我就遇到他了。他看我卖盘卖得挺卖力的，就说那不如跟着我干吧。他对我特别好，他给我租房子，帮我找工作，最重要的是他每次见我都给我准备一个大大的 surprise。 以前从来没有男人对我这么好过。那你家人呢？我爸在我小的时候就和别的女人跑了，是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。我妈一直跟我说，哎，这个世上的男人呐，没有一个能信得过。可是我呢，却从来也不听。那你爱他吗？我崇拜他，欣赏他，他是我见过最有学识的男人。我问的是爱。差不多吧，只是最近他越来越忙了，我们见面的时间也越来越少。其实刚才你说的那些感受我也有。这个城市太大了，一个人好孤单。有时候夜里我一个人站在家里22层的窗口，望着窗外车水马龙，我甚至想闭上眼睛，轻轻音乐就这么跳下去。哎，看过我不跳，我傻呀。你放心，三姑是一个很彪悍的女人。人渣，你说现在这世上有各种各样那么多的大师，
怎么就没有一个能替别人解决情感问题的爱情学大师呢？人渣，借你肩膀用一下，我想靠一下。会爱上我了吧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一直拿你当姐妹看。靠！有病！哇、哦，你有病啊！起来不说一声，想磕死我呀？怎么不摔死你呢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姐姐真生气啦！妹妹，你放尊重些吧。切！哎呦，瞧，开不起玩笑那样。算了算了，看跟你聊得也挺高兴的，也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吧。其实有时候我都想，要是早遇到你就好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我没听清。好话不说二遍。你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再来。好狗不挡道。哎，就是这样，快点，别跑，还敢跟这儿待着呢？干嘛？干嘛？干嘛呢？站好了。不是不是，干嘛？往哪儿走？不是你们这么多大男人欺负两个女人。你欺负一个女人，有什么事儿冲我来，找的就是你。找我，那你来吧。我躲什么呀？赶紧给我们退盘子。